今天是我们来冰岛第四天，运气好就是我刚去了一个小地方，它没有空拍限制，就是我可以好好的飞空拍机这样子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站，也是这个超级美的山谷。我很遗憾的是，我昨天在拍极光的时候把我相机摔坏了，所以现在那个翻转萤幕不能显示东西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能拍到好看的东西之类。反正就是，噗，这个地方超美的，有没有？超赞的。这个地方叫什么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是一个池子。这是一个，这是陨石坑啊！这是陨石坑吗？是一个湖。它是一湖哦。我刚看到它在上面写个 lake。哦。这是超像一个，就是一个大洞在这边，然后，哇，这个风景超美的，看一下我的空白的画面。我们现在前往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瀑布，名字在这边。我刚问了一下 Siri， 现在海拔多高？目前显示的海拔高度是221公尺。现在海拔都是221公尺，所以其实也我觉得没有很高啊，就是居然会有一个瀑布在这边，我实在觉得蛮惊讶的。这里风也是特别大，我感觉我每次去某一个景点都是迎风而行。我昨天去看极光也是被吹到冷死。这风景真的好美，这风真的超大的，然后就是因为它最漂亮的瀑布，等我上下两层这样子，然后后面下面的河还结冰的，真的超酷的一个风景，超美的。可以看到那边就是围了一群人，在我刚刚那个地方拍照的。虽然现在温度有-1度，但是实际上因为它风一直吹，然后就超冷，就是体感温度只有-7度左右而已。尽管现在有阳光，还是很冷，这个风吹到受不了。煮热水的感觉，一个大型的热水壶。确认我是在拍。哦哦，哇，全身水蒸气。温泉为什么这边结冰结成这样子？这里超火的。喷泉怎么样？太快，太酷了！要等好久，但是你有拍到什么特别的？我录到了两个。你都在同一个位置入围吗？我移了一下，从左边移到右边。我这360度都绕了一下。我刚有一次，你已经走了的时候，那个温泉那个水扑到我脸上，真的扑了我一脸。Your stuff.
刚爬了一个大上坡上来，这里是这个山的制高点吧，就是看下去的风景超级美，超级令人惊讶的。那个山是一个平台吧，到处都是雪，刚看有人在滑雪，滑雪板就滑下去那种感觉。不过真的超厉害的这个景色。跟旅行团的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时间比较不自由，我们现在觉得时间行程有点赶，我们这个点只停了30-40分钟左右吧，就还蛮短的。而且冰岛真的到处都太漂亮，不由自主的想要一直拍一直拍，实在是一个也是一个缺点吧。这是一个瓶装的，我以为它是一种，是种挑的，我以为是种挑的。是你的，你点到的是什么 ？Cider 是什么东西啊？Cider 是，我不知道 Cider 怎么讲，这是 Passion Fruit， 百香果汁的 Cider。现在是9点多，我们回到了旅馆里面，这边旅馆下面有个酒吧，我们在这边喝了些饮料之类的。愉快的旅程就要结束。今天是我们在冰岛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要搭飞机回到格拉茨了。今天我们就这样外面逛了一整天，跟旅行团一起走啊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可以到你自己去不了的地方，这真的是很棒的一点。虽然说旅行团的行程有点赶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时间在那边的。我们大概4点多就回到市区了，其实还蛮，就是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留在外面的那种感觉。来冰岛旅游最好还是考个国际驾照，自由行方便一些。好尴尬，没话讲。就是我常常拍影片的感想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就是你要想一些话，然后当就是这段全部都是会剪掉的。我们的旅馆算是位于在市中心这边，所以其实还蛮方便，旁边就算是公车总站吧，就是每个线几乎都可以去哪个地方这样子。雷克雅克的市区其实真的不大，因为我们市中心这边走路半个小时距离，大概都是可以逛到主要的一些景点都可以去了，很多博物馆啊，很多市区的景点都可以很方便的到达。这个旅馆真的觉得还不错，我们这个青旅嘛，然后一个晚上一天大概10块钱，算是我们这整个旅程里面最便宜的花费了。其他像吃的，一天一餐可能就要花到30欧元左右，20欧元到30欧元。就是我觉得吃东西还是蛮贵的。可以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个青旅里面有厨房，你也可以自己煮饭等等。啊，我看到隔壁有人在煮面条吃。我看到日本人在煮，不知道在煮什么。你们弄起来都这么尴尬的吗？自己一个录就不尴尬，我觉得跟你一起录比较尴尬。我没有讲话，我都没有出什么动静，为什么让你尴尬？啊，我最后一点就是，我真的要说，冰岛的空拍画面真的拍起来超美的，就是可以看到各种冰川啊，然后整个地形都是非常奇特、非常自然的景观吧。如果你有空拍机的话，自己开车到冰岛来拍个空拍画面，我真的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另外，雷克雅维克的市区是不能飞的，所以你如果要飞的话，一定要跑到市区外面才行。那总之，我们这四天行程我觉得还蛮完美的，就有看到极光啊，又看到非常漂亮的地形。自然景观啊，有看到市区的一些观光景点，真的很不错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喜欢我里面的话，记得下面按个第一个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一个不知道啥鱼，两个海豚，4条沙丁鱼吧，这个不知道什么鱼。